这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汉墓发掘现场，出土器物引起阵阵惊呼。探索发现即将播出2018考古进行时第一季《琅琊汉墓发掘记》第一集。不寻常，墓主人是谁？他经历了什么？答案将慢慢揭晓。2017年6月，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土山屯村因基建施工，一个汉墓群正在进行抢救性发掘。正在发掘的编号为147的墓葬，入葬年代初步判定为西汉晚期。当时此地属琅琊郡管辖，这种形制的墓葬被称为琅琊墩式封土墓。封土与外椁已经被清理，内棺的与众不同引起了考古工作人员的注意。我们都比较吃惊，整个的棺保存得特别的好，就像新的一样，刚下葬的一样。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个棺上你就像用胶带给你缠住了一样，从南到北一共是四道这么排列的。一、二、三、哦，好了，哦，啊，你看这个水啊，哎，有火吗？对，好了，有水照。后续的干什么？有火了，有火吧？哎呀，哎，我把它起皮。你看，你能看什么东西了吗？看，你就像木头。考古队员对棺内景象充满了期待。但从缝隙看去，里面却像是一块木板。哎呀，打哈怎么回事？当时我们都很兴奋嘛，去看，就一看，哎，什么东西都没有，有块木板。啊，我想，哦，这个棺真是特别奇特，它从外到内都很奇特。好了是吧？起来了。这是棺内顶部的盖板，它更好地隔绝了空气的入侵。移走盖板，棺内出现了一汪清水，这难得一见的景象让考古队员们大吃一惊。这还有盖板吗？这是一汪沉淀了千年的水，清澈见底，棺底金器分外夺目。
一切显得古老又神秘。哦呦，姐的，金光灿灿。哦，这就是刘姐，这得亮瞎你的眼。啊，它就是四个角各有一个。对，四个角各有一个，一个角一个。哎呦。有一些太阳光洒进来，然后那个金箔又是金色的，啊，那种形容怎么形容呢？就是感觉以前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过会碰到这种情况。正在发掘的这片墓地大约有汉代墓葬60多座，其中的一些墓中出现了大量碎陶片，经过筛选发现了瓦当上面的文字，竟然是千秋万岁。这个家族会不会与皇室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墓葬其实现在发掘的比较高等级规格的墓葬，出土的带有文字材料、带有它迷信材料的墓葬大概有8座，多姓刘。另外还有一座女性的墓葬，姓刘。通过这个，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应该是一个刘姓贵族的家族墓地。在汉代，刘姓是皇族的姓氏，但墓葬所处区域却远离政治中心，真相到底是什么？队员们希望能够找到蛛丝马迹，证明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承担此次考古任务的青岛考古研究所是一个年轻的团队，考古队长彭玉请来了他的导师山东大学考古专业任向红教授作为顾问，他将对发掘工作进行指导。师傅，哎呦，这是木头，木头有漆，你切得下来？你等我，等我下来黑的。那个红的不是吗？这是不是像圆形金箔？老师，这个木盒是什么？在队员们以往的发掘中，这个对还好，在这边背后还有图案，有图案，这四面都有，没有是太好了，你幸福，没想到你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你可能还不错了，我先摸了，我先摸。用保鲜膜包裹可以暂时隔绝空气，保持水分不流失。文物交接到博物馆后，它会被更科学地保护起来。这个我不仅一取的话，就大家对呀、啊。你负责搬，我掏东西啊。我拍照。全是黄金，数不个目。我是用这个水里，我提出来。用这个水的浮力，水的浮力呢？走吧，走。不行，那边倒的，你不一会儿夹着狗，夹着狗那个东西倒的。
慢点慢点，你可以松手了，可以松手了，松手，松手，但是不行，你别贴，海绵，对海绵，我的人呢是有选多的。那个上边有一层淤泥嘛，它就很滑很滑的那个东西。提取文物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耐力和体力。还是顶不住了是吧？老大，我操！下来了！我这是手机的，不接的就开了，你看嘛。过来，你再动手，你休息会儿，休息会儿。都下手。你把这中间托过，叫什么？把水出去。没事，开了更好呀。干脆躲点躺下吧。开了，没办法，行，就这样吧。哎，老师了，那就顶住了是吧？老大，哎，呦，那个什么，你一拿的话，它就有可能就要坏。它一定是在下刀的时候，一定是有点坏了。上水在这上拖着。上水里面多啊！这说在这上拖着，你拖着。哎，那个，能续进去了吧？没事。先拖着。来了，活了。哎呦！哎呦！哎呦！这老虎，挺好的，把它刷出来。哎呦！天啊！挺好的。辛苦啊！这是一个精雕细刻、包金嵌玉的特制木盒，流光溢彩、华丽非凡。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木板的正面，在水的冲洗下，被淤泥掩盖了千年之久的图案出现在我们面前。恐龙。飞扬的青龙和憨萌的白虎呼之欲出，它们满载着汉代艺术特有的气韵。散落的金箔被收集起来，想必刚下葬时，被金箔装饰的葬具一定富丽堂皇、气势磅礴。它们的主人会是什么人呢？任向红主持发掘过很多国家级重大考古项目，他一直保持着几十年一贯的职业习惯，每次现场提取文物时都特别的小心翼翼。他觉得这么珍贵的古代的文物，我们因为我们个人的操作原因，哪怕有一点点损伤，都是我们对历史的一种破坏。多年的浸泡，一些材质早就失去了原有的韧性，看上去完好的木头其实已经绵软疏松，在器物出水的瞬间，由于压力和环境的变化，稍有不慎器物就会损坏。木盒中间顶部部分被提取了上来，外方内圆的古朴造型，中间一只木质乌龟，考古队员帮它盖上滑落了的金箔。随着头骨的露出，木盒的用途终于有了答案。
这是当时专门用于盛放墓主人头部的葬具。这是牙，这是牙，看我，这是牙，出来了，出来了，我头，哎呦，我天哪，这个头啊！工地上终于出了第一具人头，还真是个头嘞，还有我的嘞。一、二、三、五。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村，一个汉代风土墓正在发掘。开棺后，墓中器物金光闪闪。哦呦！出土的葬具包金镶玉，流光溢彩，华丽非凡。哎呦，什么？金虎。什么人能够享用如此奢华的葬具？青龙。他的身份之谜即将揭开。享受这样华美葬具的墓主人，一定有着非凡的社会地位。这个墓地发掘了100来座墓呢，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完整的人的骨架，就原来从来没有发现过。就这个墓地来说，也许是当地的气候和地质条件原因，之前发掘的墓人骨都已朽掉，只有这副人骨机缘巧合保存了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墓主人，了解他那个年代的生活。一天的发掘工作结束了，惊喜依然萦绕在队员们心头，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明天将会有更加意料之外的发现。夜幕降临，考古队员们仍在加班加点忙碌着。147号墓出土的器物，让他们对墓主人的身份充满了好奇。考古队长彭玉把刚刚学来的三维建模技术传授给同事，一步一步做。新技术的引入，让传统考古的数据留存工作更加精准和直观。今天是队员们考古生涯中值得纪念的一天。随着水位的下降，墓主人的头骨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马上要清理的是墓主脚部位置用竹子编成的器物箱。我天哪，上市了！哎呀，这么大吗？不行，你拿来，我这种说吧。这凑出来。现在竹子不要紧，不用了，我看到什么东西了。里边还有别的东西，可能。一堆啊。里边还有别的东西。还有这个骨头也是。哎呦，怎么？不是两层吗？两片儿。好几层。哎呦，不行了。不行，你得让拿，全是。我妈的！看，全是竹简。好。放，这个不送了，你拍着吧，你先拍着吧。打开的那一个瞬间，我感觉好像我们在现场，就是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整个人，整个墓地都很充满着那种特别兴奋的气息。跑了，跟着跑了，哎呀，这一路啊，哎呀，我现在都没想到，天，你太漂亮了！完了！杨先生，不是有书吧？书，读，太重要了！你可清晰，我的字写的真。行了，这个顺序不能动了哈，不能错了这个顺序。我当时说什么呢？我当时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但是我知道小七一直在那喊哇哇哇，说啊，天哪，这个太重要了。啊，任老师也一直在说这个重要，这个太重要了。这两天，
这个是，我天啊！哎，就别动，你慢点，别着急。出来是东西了。那这个就是盒子，行。你能清楚在什么里面？等一下，这蛛丝，上面是什么字啊？这是什么字？先不管了。我的天哪！清楚，哇，太这个精细了。当我们看到这个蛛丝里面有这么多的木渎，因为它打开的时候一看就是一摞，最上面那一篇是密密麻麻的，是各个朋友的小字，而且字迹特别清晰。当时一看，我们就，那种兴奋情形可能现在都体会不到了。快，你别激动呀！这时候不能激动了。多少有点，多少有点激动。小有点小激动。哎，不是主角，还多。哎，讲主角。主角。一个是它保存的太好了，鲜黄的，就像新的一样；二一个是上面写着字，密密麻麻的字。那个字写的非常的规整，不像之前墓里面出的那些这个浅册，它那个字写的比较随意。那个字，这一张这个木渎上的字，他们那个字体非常的规整，可以看出就是说应该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写出这个样子的。在考古工作中，最兴奋的莫过于发现文字，因为它往往是打开一段历史之门的钥匙，它可以抛开浮华，展现真实的历史。因为我们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人都知道，文字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我们能够补充一段历史，或者更正一段历史，或者能丰富一段历史。在我国北方，很少出土有机质的随葬。发现这么重要的文物，这些2000多年前的墓渎记载了什么呢？墓主人的身份是否能随之揭开？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村，一个汉代封土墓正在发掘。出土的葬具包金镶玉，流光溢彩，华丽非凡。青龙！哇，天，太漂亮了！最可贵的是，墓中出土了难得一见的木渎，这些2000多年前的文字记载了什么？墓主人的身份即将揭开。提取这些墓渎用了很长的时间。当时他提的时候难度在哪里呢？你生怕把它破坏了吧？是不是？他有淤泥，他一块块的粘在一块儿，
很紧，站在一块呢，你又不敢把它一下掰开，没办法呢，就是一个小竹签从边上一划，弄一个水，弄点水之后吧，打上，就是慢慢的塞进去之后，慢慢一下，再放点水的，把它漂开，它就分裂，它自动分裂，自动分裂之后，两个手和几个那个绳子一样，把它慢慢的拖上来，放在那边上。怎么的？带板的。哎呦，我的天，熟，写不出来。有的，有字吗？有的了，点了，有字了。哦，大，全知道了。从化学没工科。大头，这个有点。哦呦，大的，下背，大胖胖。哈哈，耐不住。开心。今天大家都有点情绪失控。迷次。嗯，还当官的。就是半夜过来，人家什么半夜？再半夜。哎、什么令？你不是令刺？啥叫什么？唐局令刺。唐仪。令唐。唐仪。唐是个仪吗？在。两片是名刺，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名片，但有名刺是没有使用的。如果使用的话，它在下面还会加上几行字，它这个是没有使用的，就是它预备使用的一个名片。我们做考古工作的第一是最关心的是年代问题，发现上面那个墓中上面就写着啊元寿二年。哎呦哎呦哎呦天哎呦，后来发现大概这些墓中里面包括元寿二年唐邑县的户口田籍税收司法，还有一个兵器府库的景点，就是一份唐邑县在元寿二年时候的一个统计年鉴性质的上级公文目录。元寿二年，也就是公元前一年，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迁徙之年，而正在这一年，我们的主人公刘赐英年早逝，撒手人寰，留下了对尘世生活无尽的眷恋。触摸这些精美的随葬品，我们似乎仍能穿越千年的尘封，感受到赫赫强悍的文化神韵。这是北是吗？这是北，这是朝南吗？贴那个毛笔的时候特别难，它有一个是好的，在那个在笔管里面放着啊，有一个吧，也就是小了，笔管小了，能看到笔杆。你想想它有多细，不压起来是粗一点，提出来之后那个笔帽和新的一样，那个笔杆都和新的一样。毛笔的背端是一个尖的东西，那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刀笔利，它是尖尖的，像当发簪一样可以插在头上的，那个叫簪笔。这种实物资料很少见，但是有一些图像的资料，就画像石里面有一些图像的资料。哎呦，黑字呢，应该是。你看，哇，太漂亮了。
笔管上刻有花纹，线条流畅美丽。经过了西汉多年的休养生息，汉人的审美从初期的简约粗犷变成了此时的细腻唯美。盗贼就是没书啊，看看不放看看，上面还有字，你也是没忘再办一个追海贼。他记载的是一个亭长叫戴夫，他去追海贼，一群海贼，然后呢追的过程中被海贼给杀了，而且并且被海贼抢了一些当时他征收的一些赋税的钱。这个亭长的兄长可能去找政府说，我那个弟弟被杀了啊，就我想去这个汉代的这个铁官的官作坊做铁官吏。这是200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面前，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未被记载的小人物，以这种方式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两层呢？两层，这是样板。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检测仍然没有出现。此时，汉代的墨盒从棺中被提取了出来。墨盒是个上下扣合的漆的，可能应该是个木胎的，然后上面是个漆的，就是那个墨盒里面也有个那种小砚台，叫什么，叫有研子研墨用的。用书出来了，这个字就是比前面那几个那个检测字写的好。记录墓葬随葬品清单的检测终于被提出水面。根据上面记载，墓主人是唐邑县的刘姓县令。当时的随葬品之丰厚令人难以想象，而侥幸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考古队员心中疑惑，一个县令怎会拥有这样奢华的陪葬？根据上面的清单，盛放墓主人头颅的精致墓盒终于有了确切的名字，而这解决了学术上的一个争论。这东西看见文明了，因为文明啊，这个我们把那一片浅册清理出来，毛笔稍微一清理刷出来以后，才看到上面有写着玉文明，才真正的确认这个东西就是文明。就文明这种丧葬的器物，其实在古代文献里提到的不多，而汉代的文献里面只提到了有一条，就是皇帝赐给侯光有东原文明这个东西。那说明当时来说，文明这种葬具是一种比较高规格的葬具，普通百姓是不能用的。对于文明是什么，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这个西汉墓葬出土的浅册证明了，温明就是一种承殓头部的葬具。在南方，就是特别是扬州那一带发现的同样的称为温明的这种器物，主要的都是漆器，我们这个是木器，上面还贴着大量的那个琉璃片。当时我们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浅册上写的叫玉温明，但是它那个片我们一看就是应该是铸造的，他们做过检测，认为这个东西是我们中国比较独特的一种千倍玻璃，但我们通常认为这个东西是琉璃。在目前已经出土的温明中，这个的形制最为繁复，制作工艺最为精良，视觉效果最为奢华。它的四壁镶嵌着不同图案的琉璃，琉璃的图案上有金箔修饰，中间上部位置镶嵌有琉璃壁，壁上一只包金乌龟栩栩如生，斜坡位置饰有四只包金吃虎。
在温明外罩的四角分别放了四个木偶，其中有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还有两个姿态婀娜的汉代舞女。当时我们挺兴奋的，因为我们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个温明和这一件浅册能为解决汉代物质文化的这一种的器物提供一个确切的证据。发掘出的文物被移交到了不远处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博物馆。小心点，别摔了，你别把文物给摔了。一个县令为何可以享用这样复杂华丽的文明？他又为何将本应上交的公文